这一段再一次，吸舌带，不要一直都拉错音嘛。二三，吸高点，吸。二三。发啦哆，再一次下弓发，二三，发二三，哪都是连起来要升哆，二三，升哆高一点，升哆要等一下跟等一下的瑞靠近，二三，你要很清楚你在做什么事情，二三。瑞要跟兜靠近，你瑞不可以跟兜分开，后退一点点，后退一点点，二三，二三，不要瑞手发手，不要拉快，二三。你的收太高了，二三，推太高了，手退后一点，大拇指跟着往后退好吗？二三，功法不要错哦，二三，都不要伸哦，二三。都跟西靠近，再一次瑞咪发收，瑞咪连弓，都跟西靠近，再一次瑞咪，都跟西靠近嘛，对不对？你都不知道什么叫都西吗？二三，瑞咪连弓。乱七八糟，再一次，一、二，从头。二、三。瑞手拉西哆瑞，二、三。都跟西靠近，二三，都跟西靠近，二手退后一点嘛，你的西高了，你也不是一样全部高，二三，从头，二三，手退后。收太高了，二三，太高了，太高了，手退后一点，二三。没有太高了，大拇指后退一点，二三，都跟膝靠近，二三，都跟
西靠紧 A。二三。收太高了。再一次。二三。二三。都跟西靠紧。二三。收太高了。耳朵在听，耳朵打开来听。二三。都跟西靠紧。你的手没有后退，你的膝就偏高了，你的兜就高了，后退，大拇指后退，二三，功法错了，二三，为什么是连弓呢？再一次，二三。两分钟就解决的事情，花七分钟还没有拉好。下一首，这边的哆如果有要升高，就是跟 瑞 靠紧；没有升的哆就会跟西靠紧。为什么我一直说哆跟西靠紧？懂不懂？一、二、三，升哆要跟 瑞 靠紧的，这不一样的。二、三，我们不要碰到别条杂那个杂音，好不好？二。三，再一次，二三，收跟发靠紧，二三，收太高了，往后勾过去，二三，升都要跟 瑞 靠紧，二三。发跟咪靠紧，二三。拉伸长的拉手退后，手勾过去，对，二三，八，二三，没有，好不准啊，收。你从发咪发瑞收二三，那个拉太低了，这个拉太低了，拉高一点，拉上弓，拉靠紧吸，发不要伸，往后勾。二三，二三，要比一天好哦。下一首，
高一点拉。再次瑞咪发，不要声往后勾，二三。发咪，然后听到一下。